那个厉害的技能啊，它总是那么两个，是吧？都冲突了。来，你看我这把不扎死他，不扎死他，浪掉阵仗啊！嗯，玩如此过分，哼，连续弄我，你也玩滴答啦？滴答啦，我玩的话得用插杆。我要是玩滴答啦的话，我就不能玩 AU 了的，因为我的滴答啦是插杆滴答啦，我一个插杆就把它插死了的，我一个插杆就把它插死了。我滴答啦是专业的，好吗？我去，我滴答啦也有这个白色级别，好吗？我也经常玩滴答啦，但是这个滴答啦的话，我习惯性的用插杆，我不用插杆的话，我没法玩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我去，信不信我这么骚？带走，让你替身，无所谓，到时间了，到时间了，没看时间，到时间的话，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不放这技能了，把豆给废了，把我豆给清了，兄弟们，真是脏死了，老表，哈哈，清豆了给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啊，没看见，没事，我们有查克拉不慌。这把废了，让对面占了先机。我去，带走了，妈呀！真是的，清了个豆，把自己给清死了。太有霸气，挺脏哈。看我马达拉怎么整死你就完事儿了。哟。又给我玩这招，对面这个还挺会玩，说实话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哎，尴尬了，哥哥。替身踢走了，我没技能，白给。我竟然无法克制他的霸体，天哪！我真的是醉了，兄弟，我竟然无法克制他的霸体，我天哪！还得让我又登场才能整死他，我真是醉了。这把又输了，我去，别闹，大哥，这玩玩个老屌去。替身已经用掉我去，插住我了，白给，完蛋，这老屌知道整不死我了，要开大招。我去，哎，我就知道是这样的，这个霸体确实恶心。